你们可以先填表格换新钞的。门口摆长桌发表格，十三号新钞兑换开跑第一天，一大早台湾银行已经大排长龙，加派人力指挥，还拉起红龙标示排队动线，就是为了加快速度。先前部分银行与 ATM 也提前开放兑领，截至十二号晚上十二点为止 ，ATM 累计提领新钞77.9亿元，人工临柜办理则是68亿元。我大概是9:05就开始在外面排队。算命都说五行是要放在身上，所以就是每年一定每个颜色跟色钞跟币别都要换，连铜板都要换。我换新钞，想说赶快换，因为怕有每年都有量的限制。然后其实第一天有时候人会比较少，就怕来晚了人挤人，开跑第一天就来报到。不过除了台湾银行以外，央行也洽请包括土地银行、合作金库商业银行、第一商业银行等共8家金融机构、454家分行，都准备好了总计超过500亿元的新钞提供兑换。ATM 是新钞，我现在应该可以说保证90%到95%，7300万张的钞票。ATM 的去年呢？是这一个一共165万人次。不过想要换新钞沾喜气也要注意，福色百钞喜气洋洋受欢迎，向来是最受欢迎兑换币别，可得注意每人限兑100张，留一些给其他人分享新年好福气。